一念无明生三世，境界为缘中六处啊，贪嗔痴皆由一念无明起落入迷茫啊，见色起蕴行善恶，大家人。用心细思啊，一念，这个一念呢，人人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念念不断，前念接着后念，念念不息呢？什么叫做念？起一个念头，我爱认真听，有这念吗？无，这念就是一念，或者是坐了唔知要过偌久，脚会疼未疼，这也是一念，类似啦。咱日常生活中。身体所对的境界，起一个心，那就是动一个念啦。看咱日常生活中，到底咱是起偌济念啦？凡夫啊，凡夫就是念念无明，咱说。看到的物件，哎呀，这真好呢！手就去甲村提来，摸摸呢。不管你是啥物动作啦，这真好啊！心就起着爱，这种叫做贪，心情的起落啦。或者是我看到真讨厌，这些物件。哪会这么吵，这么垃圾？咱起一念，真就是对这个环境，咱无欢喜，无介意，那就是真啦。七，有的人以这些垃圾物件为赢，无感觉意外。也唔知道要安怎治，总是呢，伫垃圾的所在起来，伊无虾米念，总是呢，安尼伫咧生活，未晓想好歹啦，去分辨，这拢总是伫一念中，一念。都会随，安尼产生出了三世。三世是个人的心境，安怎伫咧生，生出来后面有啥物结果？那因为这个缘呐、啊，这个三世随着境界呢。安尼伫咧演，不管啥物境界，好歹境界，随着境界伫咧演呐。这样，那安尼演来，看在境界起着迄种呢，分别贪嗔痴为演呐。这就叫做无明，无明呢，随着境界啦，这缘把你牵呐，牵在这个境界里，在这个境界，你就中六处，生中了六种啊，真粗俗的物件，粗就是啊，那你行动的俗。
的动作一切，咱的意识去分辨，开始呢，都有动作啦，这拢叫做初相，是将咱的意识去分辨，自然呢，咱的行动是要欢喜，还是要受气？这种的态度啦，甲沿着外面的境界，伫咧起着啦，这拢是互人看会到的，感觉会到的，这叫做六初。六初呢，是从咱的眼耳鼻舌身意所动作出来。这是外面的境界，这环境真明显，和咱这意识去表达出来，这叫做初相。那贪嗔痴各有一念，咱的心念沿着外境啦，安尼。在咧执着，安尼在咧烦恼，安尼在咧动作，动作是善是恶，就是从安尼开始，这就是咱人的心理啦。这个心理呢，无离开一念无明，起落入迷茫。咱就是人生，就是安尼伫咧过，逐工逐工呢，善恶啦，就是伫这一念心的境界。一念心，阁是无明的心，无明的心相，安尼呢，予咱落入迷惘的内底呢。所以这里静是起。问行善恶，从这个环境啦、意识啦，产生了咱色受想行识，真正的迷失啦，咱也无法度知影讲啊，我是安怎看到这项物件。听到这个人讲话，我怎会安尼这么受气呢？敢那看到都烦恼气啊，家己呢也无法度去分析到底是安怎？这是这个缘，善恶缘呐，境界现前呐、啊，自然呢有这个色。你的感受，你的思想，就是这样开始起行动，行运起来。不欢喜的，咱起到恶行恶相，就是隔离，无希望再接近的。要那欢喜的呢，咱就不断追求。这种幸运啊，在咱的身心呢，家己个人身心的这种的行动，这行动出来，无离开两行，一行是善，一行是恶，善恶啦，就是在这个一念开始。啊、哦，真醉啦！
有的人起善念，做真多，敢若听到一个法，闻声潜心，信受力行，这也是从一念开始。这念的缘呐，是善缘，所以有了善缘呐，看到一个人欢喜啦，伊讲的话呢，我真相信，我嘛真会接受啊。我接受来呢，我会当身体力行，再个修好大地，地识观行。咱即马看到真多环保菩萨啦，不管老年、中年、少年，因大家人互相知识行，互相伫咧勉励，咱有看到草根菩提啦，逐天都有啊，逐天都会当看到。人间呐，遮尼真多。虽然看起来形体真老咯，但是你好好听伊讲话，六九斟酌看伊举动，世事伊咧做诶代志，无不都是互咱起恭敬心。让人真欢喜。现在天地之间，人人都知影咯，空气污染嘛，大地呢受破坏啦，学者的认同啦也知啦，老师现在伫咧教学生。也是啊，从少年、幼年，老师的教育，拢会甲因提起了现在环保问题，都会要教，这种有知有识。啊，这些青少年呢，甲话听入去啦。是不是可以身体力行吗？这需要一个大环境。常常听到多一个学校要带孩子来环保站吗？不管是幼儿教育、小学教育、中学教育、大学教育，老师在教育的中间，感觉讲，哎呀，跟恁讲理念啦，不如呢，亲像伫个算马去，大家人带遐药，一只马几只去，敢那药的呢，却讲都讲袂清楚，个人药无同的数字。不如呢，打开马嘴啦，和你去算，到底一只马有几支的嘴齿？老师即马采取安尼的行动，幼儿甲带来啦，看，这老菩萨啦，平时伊那伫厝里，伊那看到阿嬷。拢讲阿嬷很可怕哦，这你也要捡，那你也要捡，好肮脏哦！囡仔对阿嬷迄、那个距离，阿嬷呢较捡拾。现在囡仔总是呢一次丢，
环境已经无法度呢回合啦。来到环保站，他看到的呢，唔是阿妈急念念，个阿祖急、阿太急啊，这老人底下真欢喜，大家人这种的欢喜老人的气氛，在幼年的菩萨看到了，真好耍，真好接近。他看到老菩萨在那分类，老菩萨呢讲囡仔话，啊，真好耍哦。老人的环保对人讲好耍。囡仔看到老人呢，伫环保堆啦，安尼一个啊一个的空罐啊，摕来拔罐，罐盖拔起来，罐啊的，迄个壳啊，要罐盖夹起来。囡仔有好奇心，老人呢，就甲伊讲话，这种的距离呢？安尼拉进来啦，囡仔哭落来，甲老人做，纸要安怎分，塑胶要安怎捡，做工吼，袂记哩时间啦。老师讲，小朋友，快来洗洗手，大家人哭着无要起来啦。好好玩哦，老师，这个很好玩呢。老师呢，时间快紧来，赶紧啊，看看片哦，给集中起来。囡仔呢，甲老人是依依不舍，还是要过来哦。真呢，也就像旅行啦。这真自然的教育啊！老人滚，以身体力行，做甲予囡仔会好奇，好奇会接受，接受呢愿意做，这就是方法。小学、中学。尤其是大学啦，一群一群啦，无共年次教育的青少年，一做啦，因感觉有道理，环保就是安尼，啊，这来自于是阮用的，原来呢，阮是伫咧制作。笨手的人，好，这些老人呢，为着这些笨手问题，真辛苦，开发了年轻人的信心，量地开发啦，各位大学，就是，哦，这是上好的议题，会当做论文。在这个所在，会当做研究，一回出去啦，真正看到三个研究生，我走入去的时，哎呀，恁这三个这少年，啊，恁哪来做环保？因就讲，我来上课，安怎你来上课？这些阿嬷拢是我的教授，啊，因所做的呢，是我要写的论文。我已经两三个月拢伫个遮，阿、啊、姐，敢有啥物好写？真深哦，内底呢，所有的人间的物质，无不都是。起源伫个遮，这拢是人人
所用过去的，在这个物都会当了解人间的需要。人间的需要在这大堆的物件，可以体会到人的心理。哦，在这个物会当和你研究这么多的事啊，人间事，甚至呢，和你深入人群的道理啊，了不起啊！伊讲无无无，这拢阿嬷教，这阿嬷甲阮教，是啊，阿嬷、阿公，这人拢已经智慧啦，确实呢，将因一世人的精华，不管是时间，不管是经验，在记忆中啊，因就安尼提出来累积在这个所在，发挥啦，因生命中的精华，做个真欢喜，所以讲起来真无简单呐、啊，这环保是一个上好啦，真好诶！长照的场所是老人生命中亮丽的一个重点，也是呢年轻人受教啦。诶，一个好基础，老少呢会当共同合一啦，一个快乐的场地，这就是环保站哦。所以文先呐，潜心信受力行，这是好代志。大家啦，环保是好代志呀，咱得用潜心信解去信受力行，你会从这个里面做出了真欢喜善业，在这会做到一心的无散乱善思维，都像在这只手里提的东西，这样在这个分类没有杂念，这环保那就是可以成为环保善，在环保呢做出了让我们的心呢专心一致，为着什么啊？守护大地，那可以到共知共识发心愿啊，身体力行，唔通看到粪扫是讨厌的，好好用心思维去甲了解啦。原来呢，就是阿弥真干，只爱你用心啦，这个运幸运的来。对啦，会当回归到咱从一念心开始，一直呢到精神起物形成，咱会当到安尼亲戚毛，唔通干那看到伊是粪扫了了，也咱看到因安尼做，咱也会当随身赞叹，这个在随喜，随身赞叹，这是善呐、啊。咱呢爱随喜来赞叹的，这随他善行，啊，就是看到是真正从内心的欢喜，我呢对因做，
这地色形合一，随喜赞叹，随他显形，这拢是足好的代志。啊，是安怎老人，大家人坐落去看因要起来呢？哦，真辛苦啊！啊，这辛苦，哪会要来做呢？甲辛苦当作是幸福啦。讲我老，我无老啊。我现在加五十岁，我嘛才四十外啦，才将近五十年定。我这个一个五十那甜呢，我会当阁加两个五十，加两个五十。我就阁从一两个开始，我的寿量保障永远呢，都是包万。我无算我的年岁，最少啦，会做我永远拢年轻啦。所以呢，忘记年岁，未记你家己的几岁啊啦，总是大家啦。做个气怒欢笑，未记你老啦，未记你身体有病有痛，总是呢，来有这大阵的人，拢在讲好话，拢是做个真欢喜，所以气怒欢笑，因为呢，遵守立宗。咱的寿命入宝藏去啊啦！咱逐天把握时间，袂记哩，咱是几岁，总是呢忘记年岁啦啦。投入无间辗转如法，这也是法啦。这个投入辗转呐，去甲逐个人讲，来哦，来哦。来做环保，来啦，坐落来啦，做都对啦，看看，安尼无间断咯，无间断，拢是如法。老菩萨啦，你唔着去啊啦，这张应该爱藏伫这个人啊里啦，啊，赶快速加。啊！我都甲等下人啊，底无唔对啊！哦，你若看卖咧，这个声音的感觉，啊，这个声音的感觉，这都是无同款呐。P C P E， 这叫做 P E 啦，这囥个车，这叫做 P C 啦，这囥个车。哦，老人做甲 A B C 啦啦。这种迄种的分级分类吼，实在是真欢喜。啊，这吼叫做无间，无间断，伊的知识一直一直伫遐悟出来，这种种如法。所以啊，甲恁讲，粪扫嘛会当随喜啊，粪扫。也会当随他显形啊，粪扫呢，嘛会当做到忘记年龄啊，唔知影家己几岁，总是遵守立宗，入这个宝藏去啦，投入辗转啊啦，这无间无法咯吼，这都是法啦。各位菩萨，咱啊法要甲用，在咱的生命中呢，法法如法，拢是善法。咱常常都心真欢喜，指导人好好做好事，无困难呐、啊。来，环保
的故事真多啦。您若入去看环保、草根菩提，这真丰富的故事呢，在咱的手机的内底随点随出。我透早就甲点一个环保的故事，哇，点出了二三十年前啊，人间菩萨招生的第一个，伫干妈店。但这位呢，彩莲，就是干那安尼，听到师父一句话讲，会做善事的拢菩萨，咱会当人人甲招来做善事，人人拢菩萨。人间菩萨会当招生啊！伊转去杂货啊店里，伊就该写一张红纸，写人间菩萨招生，搭伫伊门头顶。一礼拜过去啊啦，哪会无人问我这是啥物意思？啊，我都无机会讲啊，干脆呢，把这张纸呢，搁摕入来放喺柜头里。一条杂货啊店，人若买好要结账啦，桌顶就看到这张，人就会问讲：啊，你是安怎？桌顶放这個，啊，这是啥物物件？叫做人间菩萨啊！伊都，安尼我紧甲你讲，阮师父吼，啊，就是安尼讲，叫大家人做好事，啊，大家人拢菩萨，啊，用一点仔钱会当救真侪人，就用安尼的方式开始呢。伊就，哦，一点仔钱爱用你咯，啊，无只个南山呢，零钱啦，免走啦。我全咧做好事啦，遐一个得当啊，安尼呢都落落去，这是人间菩萨招生啦，干妈店开始。啊，当然伊个故事阁真多啊，会当不断去伫咧度人，到甲咱环保开始，伊呢？开始做，大家人粪扫拢甲推推互伊，知影粪扫爱回收，但是呢是真正粪扫，连死鸟死狗啦，那甲推入来囥个内底哩，爱接受到这个物件杂草，阁是鸟甲狗，啊要安怎处理呢？当着一位黄居士啦，伊感觉讲。啊！啊，当你粪扫回收啊，回收甲死鸟甲死狗，你要安怎处理？伊讲：嘿啊，我即马咧想讲哦，粪扫要车来去咱的环保站，想讲哦，先刷来去甲伊抬起来啦。啊，这位黄居士，伊是一个真虔诚的教徒，伊就讲哦。生命平等，迄嘛是一条生命，两条生命呢。啊，莫甲用粪扫车，我当爱开轿车，用箱啊好好甲送去到山顶哩，甲死鸟死狗啦，就伫个所在，安尼甲埋起来，各位念往生咒。各位念佛者心经呢，从阿弥呢就完成了一件代志。恁想，这种的环保啦，做甲会当度人，这位呢，从阿弥伊开始做环保。你若需要车，我来甲你载。就阿弥开始，阁有另外一位。秀气，他就说：“好、哦，你的环保做甲，让我足感动呢。啊，我敢会当来加入，是主动讲要加入。
伊讲好啊，真好啊。从安尼，这三个人呐，成立了一个环保站。啊，这个环保站直直做，有一位有心的人讲，啊，你伫遮细，我予你一个较大的所在，所以予咱一个较大的所在，做到吼，环保菩萨上几百人，这内底阁培养出了诸神委员，实在是吼，你讲的故事真长，真多啦，这都是人。人间菩萨救星，从甘玛店开始，从环保回收做到呢，一种大规模啦，尊重生命，你想是不是？需要咱来好好用心啦，随喜功德，所以证明啦，咱。看过的文，何况最初一回中，文字随喜，则积福福性，无量无边无穷际，不可得彼。你看安尼连续伫咧做回收啦，共地共识共行，咱会当讲出了遮尼大。一连串会当影响人、净化人心，安尼一直延续啦。何况讲哦，咱伫咧受持法，咱要甲佛陀的教法啦，一种妙法，要延续一代过一代，这嘛无困难啊。可以唔通偏离去，就亲像北部培佛诶，新法义菩萨转来，五六百人诶中间呐，我也甲讲，即早起所讲，即文化会当随喜，一直到第五十人。想起来，委员呐，伫咧度，伫咧看无，一顶一顶，唔知呢，偌尼侪顶啦。敢若讲我，当年受证一处，这是不是已经呢？甲发达，人间菩萨法，甲伊见证，讲。你是人间菩萨，你是委员，你是诸神，每一年都甲算作一代一代啦，安尼嘛超过五十代了。所以咱过去讲，近五十人，五十人是五十代，到五十代无走向去，无偏差。这呢，功德无量无边，同款的道理啦。佛陀的时代，讲团法，要安怎团，一代一代团，同款的道理。所以下面这段文再讲，有学一道啊，若人为是经过，妄业正红。若作若立，树立天寿，延续功德，专心所行，这就是要甲大家人讲，听《法华经》啦，为着要听真虔诚，第一代将佛陀讲法，安尼呢？听了真欢喜，有个人，搁在要入去出家人所住的地方，要甲请教，
这个法的道理，就是为法虔诚啦。啊，安尼入来，要来了解道理呢，更加精微嘞。所以用真虔诚的心，走入来僧团的内底，僧棚的内底，就是出家人住的所在。因不管是坐着，嘛是真虔诚，因是用寸诚之心，用安尼来现吼，因为安尼现出了因的虔诚的心，不管是坐，不管是徛，因都是真端正，安尼表示分分寸寸拢是虔诚，这种的心态来听闻佛法吼，啊，来请教来听闻呐，亲像安尼会当点转呐，家己呢？听家己受用，那不只是受用，个身体力行，这种的功德啦，嘛是真大啦。再个学一道啊，那是有人真正详细了解，家己自听，或者是呢，看人听，啊人听，咱随喜，这呢就是正向的功德。不管家己去求法来听，听了后劝人去听，或者是人听了后呢，那家己要真欢喜，这拢总是正向的功德。所以《皈依文殊法华经》以敬诚、虔诚、敬仰的心啦，往念净土，同款是用这样恭敬的心。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，若坐若立，思己。听受，这呢，拢是用虔诚安尼入去啦。听受就发华经啦，安尼这个功德，搁在专心所生，唔只是这世人，这世人点转甲这个法啦，再生就亲像咱伫咧环保，环保呢？拉拉杂杂垃圾的物件收倒来，精细分类了后，这物件可以再生啊！咱要伫现在，甲人多啦，甲恶劣的心变成了清新善念，这也就是再生，或者是呢今生啦。结束，再过来生，这嘛就是再生。所以，不管是
的初心立即反转人生，或者是咱这世人已经呢反转过了后，搁来生，这生啊转生，这是真开阔的道理。不管是物，不管是人哦，不管是现在，不管是未来，这种延续功德。专心所行，这种专一个心，咱就会当做好事；专一个心，咱就会当度人。啊，人生无常，即卖健康，可能专一个心，咱已经成长啦，也无定着啊。这都是拢总伫专心所行。来给做解释吼，所以延续功德，专心所行，是自行修持护念，精实听经功德，闻持无间，下步专心所得之处，听咱都爱接受。使用身体力行，这叫做无间。我身体力行，搁伫咧教人，这嘛叫做无间。反正呢，一念善心无间断，这叫做无间。所以下步专心所得之处，哪怕是专一个心呐、啊，哇！过来生啦、啊，真呢，拢是咱真正爱时时用心啦、啊。所以得好上妙长马吉星，定步莲意，吉星天宫，若何有人以刚发出座，更有人来宽灵座听一大部。就是咱过了后，咱拢总真欢喜、真得意，这是环境啊，这是心理啦。参加咱的环境吼，总共一句啦，爱的力量啦，只要你环境一转，环境、心境一转啦，咱呢转变为负，随便。一副，这呢，拢总会打。吼、哦，那咱用粪扫车，嘛感觉讲吼，哇，咱是上最上心，同款的道理。那是用真好的心，立伫迄个粪扫堆里，就是回收站里，那嘛感觉真东方，要对着真侪环保。真侪物件，该分类过来，贴得真整齐啦！哇，这嘛是真东方的天宫。总共一句啦，只要咱专一个心念，无有唔是呢。咱这个心意识所缘的境界，所缘的境界，无不都是法，法无不都是咱所得的受用。所以咱来好好真正用心啦、啊，转无明成智慧，同款的道理要时时多用心啦、啊。